本动画使用 Scratch 3撰写程式，使用 Audacity 录制旁白与对话，使用 MusePod 制作音乐。机智的噩梦，唐诗。唉，唐诗怎么这么难背？我都背了7749天，为什么还没背好呢？不不不，唐诗不是这样背的，你用错方法了。什么？我用错了方法？是的，你用错了方法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来教你。先来试试看江雪这一首诗吧。千山鸟飞绝的意思是，在山上没有任何鸟在飞翔。万径人踪灭的意思是，山上没有任何人。孤舟蓑笠翁的意思是，有一位老翁坐在船上。独钓寒江雪的意思是，独自在雪地里垂钓。让我们再把整首诗念一次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哦，我会背了。